嘅話，比較高啲飽和脂肪，會增加患上心血管病嘅風險。同時間嘅糖分比較高，尤其是係糖尿病嘅人士咧，就要小心啦。咁所以咧，若果我哋完全用雪糕去取代我哋飲食裡面健康嘅飲食嘅話，其實第一你減出嚟，因為唔夠營養，所以會殘啲啦，面色會冇咁好。第二咧，亦都係因為裡面唔夠纖維，會容易有便秘嘅情況。裡面亦都唔夠一個抗氧化嘅營養素，因為平時我哋要靠食蔬菜水果去攝取呢啲抗氧化嘅營養素同埋維他命 A、C， 令到我哋皮膚有光澤，咁所以減出嚟都會冇咁靚噶。大家另外可以考慮一啲 sherbet， 即係一啲雪包類，裡面大部分都係啲果汁，而個忌廉成分會比較低，所以個脂肪咧會少一半以上嘅。咁大家都可以考慮一日食一杯，係少過100毫克，即係一杯迷你裝份量。